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哒。天星你在哪里呀？我来表白了。上期咱们是附体了奶奶，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饭夹子的功能，我们来做一个表白现场啊，一定能深深打动天星，让他回到我的怀抱里来。我真是个天才啊，奶奶这个夹子还蛮多的嘛，刚好能拼成一个爱心啊，耶！龟孙子在干什么？奶奶，我在拼东西呢。你这个臭孙子，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这是我夹老鼠用的呀！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抠呢？这么多夹子，你给我几个不行吗？啊？哇，你这什么姿势啊，奶奶？好别致呀！孙子，救救我！我卡墙里了，拉我一手！哎呀！卡墙上还不够啊，要挂墙上才够。好了，我们的爱心老鼠夹即将完工。哎，甜心肯定会牢牢的被我锁住啊，然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了。最后一步，好像还蛮好看的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嗯，下面再放一点。Hello， 甜心你来了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，喜欢吗？好丑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，你居然说丑？本来就不好看嘛。哎呦，我这暴脾气啊！你给我下去，下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，气死我了！甜心居然嫌弃我了。奶奶，请赐予我泡妞神功吧。甜心她怎么也不喜欢我，怎么办啊？你问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是甜心。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嘛，奶奶，我求你了。其实她早就有喜欢的人了。啊啊，那怎么办，奶奶？我有情敌了。没关系，帮我做一年家务，我就帮你搞定她。呀呀，一年？你趁火打劫啊你，奶奶！不然我就不帮你。哎呀，不行，一个星期怎么样？不行，一个月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！干什么？哇，奶奶你不要脸啊，你这么多夹子你还说没有，这全都是我的家底啦，别人啦。好好好，我没扔了，我没扔了。奶奶你快起来吧，跟我一起找甜心去。在你的心上所有的悲伤，灿烂的星光，永恒的朝阳，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。哎，我的东西呢？嗯，有人敲门。奶奶是你吗？打不开，奇怪了，不会有鬼吧？我还是翻窗看一下吧。嘿，甜心你在干什么？这不是你的老相好吗？孙子，说到做到，我来帮你了。奶奶不要啊。啊，哇，奶奶真够仗义的，太棒了。哎，嗯，奶奶你这个破刀法又帮人剃头发了，五星差评，家务不做了还说帮我搞定他呢，搞定个毛啊。啊，我被坑了，兄弟们，气死我了。好了，今天到周五了，我们晚上6点在西瓜这边直播，带你们一起玩吃鸡百人房啊，记得6点来西瓜这边搜索炮星进入直播间哟，看完这个视频就可以来了。